梁耀忠議員，主席，主席，我想問一問咧，邊條規程？我想問一問剛才你做裁決嗰度咧，你俾阿梁繼昌嗰度咧，其實阿梁繼昌話咧係嗰個議程可唔可以攞出嚟討論？如果你唔係規程問題咧，主席，你未講，你未聽我講完啦。停止發言，我主席第廿一條嘅規程問題。停止發言，如果你再繼續發言，廿一同埋廿五嘅規程問題，你邊個講啊？行為你邊個講啊？而家你，我你邊個講啊？通知你。你邊邊個講啊？廿一同埋廿五。停止發言，我已經知道咗你講。我未講完啦，我未講完啊，主席。停止發言，梁。我未講完啊，主席。梁耀忠議員，你知我講啲乜嘢先得㗎？梁耀忠議員，我喺度。停止發言，我已經知道你講咗嘅就係關於梁繼昌議員嘅有關嘅文件。呢個唔係議事規程，我已經處理咗㗎啦。梁耀忠議員，我叫你停止發言。梁耀忠議員，而家你嘅行為不檢，我係命令你馬上離開會議廳。請工作人員執行。其他議員，所有委員，唔該你馬上坐翻埋位。李卓仁議員，李卓仁議員馬上坐翻埋位。范國威議員，請你坐翻埋位。馬上坐翻埋位。馬上，李卓仁議員，馬上坐翻埋位。暫停會議。